时光会很单纯，单纯，单纯，单纯。复杂的事呢？两个像吧，小宝贝儿。在几次拼凑，然后就看到这个很另类的东西，就特别的吸引他的目光，那么他就冲过来的那样。金毛啊，遇到一只细狗，它就冲过来在那边吼吼叫的，吸引它的目光嘛。因为狗对狗，它有一种还是心理。哎呀！狗仔啊，你咋进去的？用功力的，我他妈走去家，那也把你跑回去了。用功力呀，你呀，操他妈的，你进钻石里了，你看这他妈咋救你啊？来好好的，你看你钻这里的，快谁有办法？谁有办法想招的把他整出来？这他妈你个三轮都嘎不了，三轮嘎不了，烫死了。完了，这小黑呀、啊，这小黑，他妈的咋救你啊？别让他转，别让他转。这铲屎官，你说好好的毛都非要给我剃成个狮子？哎，你头上那不还有个王呢吗？你不是老虎吗？哎呀，是啊，你说，哎，我到底是老虎还是狮子呀？我。哎呦我去！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尿！哎呦我去！别笑！尿！哎呦我的妈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杀鬼！哎呦我的妈！
老虎哥哥。我操！